看起来非常梦幻。虽然我们下午才到，但这个阳光刚刚好，不会太热。然后旁边这里是 Star Wars 的纪念品店吧，迪士尼看起来整个就是超级巨爆大的地方，我去，这根本不可能逛得完。我们现在好像连入口都还没进去，然后就一堆东西。然后这个地方是餐厅，其实很多人都会停在外面的停车场，进来里面吃东西、逛逛、晃晃，买一些商品。然后就这样就回家了。虽然这里没有像日本的迪士尼那么梦幻，但是大家看起来还是非常雀跃的，好不好？然后一样是有一些装扮的，因为现在是 Halloween， 所以大家有一点自己的装扮。然后我们前面有一个胡迪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就到了迪士尼的入口。福气球看起来超赞的。今天就是要带天佑、查理跟郭博准备要来 Disneyland， 然后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疫情过后，他们的票其实是可以进行线上购买的，但是因为我的信用卡不是美国信用卡，所以我选择来到实体店面买票，就是来到 Park 还是可以买票，但你有机会买不到，因为我们今天是练完球之后下午才来的，我们其实是票已经卖完的，但练的店员说，哦，看到我们特别从台湾来的份上，他让我们进去，这样他还可以加20块，你可以额外再去买一个叫做 Genie Day， 什么是 Genie Day 呢？就是你可以用线上。现在排队的地方是他告诉你5:50回来这个游乐设施，等一下回来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直接拿你的票一扫，你不用排队就可以进去玩了，快速通关，有点像环球影城的。那我这边现在已经拿到了我们的票，把票扫进这个扣里面，我们就准备进去，好，示范给大家看一下。猜的咪 CHARLIELIU 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扫到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去，但是进去还是要用实体票根，其实等一下示范给大家看，说如果我们票进去之后，我用这个线上帮你们排队之后，然后直接逼进去，那示范给你们看。感觉知道一件很不得了的秘密，我们今天要进去的是比较温和的 Disneyland， 是有烟火秀的，然后游乐设施比较不恐怖，给比较小的小朋友进去玩的，就很非常适合我。这里今天是有 Halloween Day， 所以他把上面布置得非常可爱。这是我们终于正式要进去的迪士尼入口 Entrance。现在是下午6点，但是这边的排队人潮还是非常非常的多。进来的时候要扫一个票，然后扫票的时候他会给我们拍照，每个人都要拍黑豹。哎，好适合你啊！啊，我怎么是这个？适合你。火车来了，火车来了，我们要站边了。前面那个就是那个城堡，不知道是我长大还是怎样，我觉得那城堡缩水，我觉得好像很小。哎，这个旁边都是铁轨，铁轨上就会有车车开在中间，超可爱。这里真的是东西多到逛不完，哎，好夸张哦。这里是迪士尼的商店，奇哥说现在是要来买 gift card， 就是可以储值快速排队的一个东西。他们有把一区改成星际大战的乐园这样，因为他那个排队有一些还要额外的，就是要在氪金，他一个人是要在付20块才能排那个队，所以没有氪金是没办法玩那个，没办法用线上去排那个。他那个有是 fast pass 的概念，以前是一张票可以随便你拿5个设施，现在是有些设施你要额外再花点钱才能去排这样。那因为我的信用卡是不能在那边用，所以要买这个 gift card。然后存钱进去之后才能用这个用，这样。这个就是我给大家一点小攻略，如果你的信用卡在 App 上刷不过，你就买 Gift Card， 然后把钱存进去，你就可以在它的线上 App 去做刷卡的动作。我觉得迪士尼的门槛真的很高，哎，就是要进来玩，你需要有一定的知识量。会研究一下，这个好像要把序号刮开吧，然后奇哥才可以把它储值到手机的账号里。好，那你先刮。Payment information: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? Using Disney gift card. 然后我就要把它输入进 account number. Okay, thank you. 叭叭叭叭，你的 email 已经 confirm. So， 我们现在是6:40到7:40，只要去玩这个，我们就可以不用排队，好不好 ？Let's go， 走。对，我
买了那个 frozen banana 巧克力香蕉。我跟你讲，巧克力香蕉这个是我从小就是最爱，我妈每次只要让我来都会让我吃一次。我到现在只要每次一来迪士尼，我就肯定会吃一到两次。大家都要等一下，因为它会很硬，所以你要把它含软一点，这样。郭宝，那用力咬牙齿，很深哦。等它一下下，快咬不断。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买喝的、吃的。对的，火鸡腿一只要13块哦，非常大只啊，各位。我觉得来迪士尼好像需要背一个小小的背包，不然东西都要拿在手上。这个火鸡腿太他妈大只了吧！这火鸡腿是东京的火鸡腿2倍大，可是东京的火鸡腿真的很难吃哎，我真的不得不说。我看看这鸡腿油油亮亮，味道有点像那个烟熏过的鸡腿。其他说实话有点干。我现在要去玩第一个 ride， 就是我自己本人也没玩过，因为我上次来没办法拍，是 Star Wars， 他把一整区改了，就是星际大战城镇。他这里的造景做的很像平洋峡谷的岩石洞，然后这边还有在租借星战的光剑，这里走进来就是模拟星际大战的村落，非常厉害啊！我去。这里的厕所做的也超像的，我是好酷哦。然后这里还有装水的地方。这路边也有一些星际大战的周边商品，超级浮夸，好帅。这个看起来就是我们游乐设施的入口。好，这边就是我们 ticket， 大家进去的时候我就给它逼一下，你们就可以一个一个全部进去了。然后现在这样扫完，我们就进来，然后这个票就不用了。然后我等下就可以再去排下一个。旁边就是一般排队的人，然后我们这边就是 fast pass， 这就是所谓的就是你买那个 genie day 可以有的。因为像现在的排队时间大概要85分钟，我们这样排可能要排10分钟、20分钟就可以玩。因为其实有时候三 D 排也很累，所以我推荐你用这个排，然后去附近的咖啡厅等，等到你时间到，你再去玩这个游戏，这样就多了2个小时可以在外面晃的时间。对对对对，但是记得一定要带随身充。没错，我手机已经快没电了。不要死啊！这东西，你一直在看漫画，当然会没电。我没有，你没有看，没有，没有。怪兽8号，好看。我也没有玩过这东西，感觉超酷的。可是有很多小朋友进去玩，小朋友比你有种啊！因为小朋友敢玩消费，那就你不敢，你好不好？我是说好和气身材的，没有。全部都是要去里面玩刚刚我们玩星际大战的游戏的。如果你没有买那个20块的那个排队券的话，你就要等80分钟。那我现在看这个人群应该是不止吧，至少120到3个小时。你哥上次来他说要等3个半小时玩一个游乐设施，然后你来这边大概只能玩3个，然后进去还会太紧张闭眼睛。那只有你，那其实一点都不恐怖，那里面真的很重。我就不喜欢从上面往下掉的感觉，那个才一点点，那个根本还没有掉的感觉出来，是你不知道这样才刺激嘛。这个是一个万圣节鬼屋，现在这里全部都是人，但是因为太黑所以有点看不太到，但我们大概觉得啦，迪士尼的园区大概今天至少有个50000人吧，超级多人，这边也全部都是人，超级夸张，好像
让整个加州的人全部都来迪士尼。我们现在在不知道什么区域走来走去，然后看到很多不同很漂亮的建筑物，然后这个都是餐厅？没有，我觉得这是游乐设施，哎，大家都在排队，看起来是蛮厉害的，但我们完全 no idea。现在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我们刚刚从这边进来，但是因为我们走了一大段距离，然后到天色又暗了，现在回来之后这个地方整个变得不一样。现在大家好像准备要看游行了，游行听说是9点开始，然后现在是8点15分，大家已经开始卡位在路边了。听说这个不卡位你等一下是绝对看不到东西的。我们现在要去一个游乐设施，好像也是往水下面冲的那种，我是开心不起来了。怎么我们大家不好好看个游行呢？现在就是我们要玩一个云霄飞车，它是那种就是 splash mountain， 就是炸水的，没有真的那么恐怖。但查理家不敢做第一个，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讲什么，输的做第一个，就这么简单，好不好？来，然后查理脸色就会臭掉。不，查理来吧，他输了，不，给他输，必须的，来，大家知道不？猜拳的，是猜拳猜出来的。我们现在排队，哦，查理的心跳105，有没有搞错？哇，我真的会怕哈，我就不喜欢往下冲啊。查理超恐怖，查理超嗨，翻车不能抬起来。新衣是因为刚刚也有看到说我们已经真的湿到爆，你有看到查理埋头吃水的画面？对，我现在下半身除了上衣以外，内裤、短裤、袜子、鞋子里面全部都湿了。好，我现在基本上也是全湿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稍微吃了一点小宵夜，然后等一下要去玩 Indiana Jones。不过你忘记他是玩什么，但他还是非常 popular 的一个 ride。然后我已经用了 fast pass， 现在到我们 fast pass 的时间10:50，所以我们就准备出发。Let's go. 这是新的地方，我们刚刚还没走进来过。这个是晚上的迪士尼乐园，就是比较合家欢乐的地方，可以看烟火游行的区域。这边晚上的风景就给大家看一下，大概是长这个样子。OK， 因为我们刚刚印第安纳琼斯被取消了，对，不知道为什么它被取消掉了。先玩和善一点的，我爱巴斯光年。我们现在来到了。原本刚刚下一个要玩的巴斯光年，这看起来超好玩的，可是这个车子感觉很不妙。这个有一人一只小手枪，然后这里有分数。这也是巴斯光年的商店，哎，这是那个卡通里面的巴斯光年，还有扎克。OK 了，糖果好 Q 哦。还有怪兽电力公司，还有迪士尼的证件展，然后那里有很多不同的小纪念品，非常吸引人啊！好开心，好开心哦！少女心爆发，什么都好想买。哥，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迪士尼这边的周边商品非常多，它的小纪念品非常好，但是衣服的话真的要看材质，因为有些 T 恤的材质真的是
很薄，然后我就觉得还好收手。我们现在身上每个人穿上的这个长袖大雪T，它材质非常舒服，好不好？这个非常推荐大家买。大家陆陆续续也都差不多回家了，因为还有很多小朋友。只是没想到这里的小朋友其实现在快11点了，都还在园区里面玩。久久来玩一次，我觉得都算还可以玩久一点的，还可以接受。如果我带我小朋友，这种小朋友哪里可能？你会玩到吗？打烊？哎呦！肯定的吧。听说下一个是不可怕的，所以我现在很轻松。下一个是什么导览的什么东西的，然后我们等一下看就知道了。 Go! Go Go！ 原本觉得还好，但是越近看越觉得有点恐怖了。为什么飞得这么快啊？哪里？等下自己坐自己掌镜哦，可以吗？希望有画面。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啊，为什么这么歪啊？为什么这么歪？我整个身体是这样撇的。为什么我觉得他好像要来了？好恐怖哦！为什么我的很高啊？为什么我的很高啊？我的很高，我的有点快，不是啊，头好晕哦！起来了，起来了！我有感觉，我有感觉。好恐怖！干完这个头好晕哦。哈利长大了，我长大了。哈利克服恐惧了，这个真的比较 easy， 但是头会晕。现在时间是11:58的迪士尼。你有看过11:58的城堡吗？OK， 好啦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一整天迪士尼行程。然后其实我们只有玩 Disneyland， 我们还办了 California Adventure 没有玩，因为我是打算分两天，不然说一天玩完真的会太累。然后我觉得好像可以不用玩，对，不行，不准，一定要给我玩，一定要玩。但是其实我蛮推荐，如果有时间的人可以分两天再把这个玩完，因为我觉得一天玩完其实说真的有一点累。然后推荐大家，如果想一天玩完的人，可能早上先去玩 California Adventure， 因为 Disneyland 现在比较晚关，晚上再来玩 Disney。那下一次影片呢，就是我会带查理他们一起去 California Adventure 玩，好不好？那记得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追踪我们的 IG， 搞不好下一支影片我们会抽出迪士尼的周边小商品。我们下次见 ，Peace out。我是希望不要去到那边了。虽然我之前去过一次迪士尼，然后坐过那个很像自由落体的东西，但是我实在是不想再坐一次，那个实在是心脏很痛。